今天是美国的老兵节，学校放假一天，公司不放假，所以道明还在家上班呢。然后我们吃完中午饭，正好今天还温度来了个热浪，32度。我们正好带他，我正好带他俩来这个游泳池玩一会儿。先给他俩，上次来玩的时候就没有玩具，然后就不太好玩，然后先给他俩买的那个游泳池玩的玩具，正好今天送过来货。Can you give me my goggles? 然后他就可以那个。Put them in the water, Ivan. 这回好像有玩的了，给他俩弄的钓鱼的游戏。小智，你转过来给姥姥看看钓鱼那个怎么钓。Making it go. I don't have it. That's George's one. 啊，弟弟的。嗯哼。Go fish your goggles. 这个。I don't want to do it. I'm using the net. Hey, I want to go. Oh, fish is on the loose. 去捡回来，小心哈，大儿子。那边有一个小鱼。那边好深，我都踩不到底儿。你看呀，白涛。I'm floating. Yeah. 别去太深了哈，乔治。Yeah. 嗯，就在浅的地方玩吧。对，你记不记得那个老师怎么教游泳怎么教的？你就用那个，你就老师教你的那个，你就学吧。玩吧，在这水里，这泳池是加热的，反正今天也是32度，完全没有人，这是我们一家。你给那个小企鹅捡回来了，好。好。乔治刚才在家穿泳裤，老逗了。我说你俩去换泳裤，出去上游泳池玩了，把外套去换了，把他的裤衩脱了，把泳裤套上了。乔治哈特别逗，裤衩也没脱，直接把泳裤套上了。然后过一会儿他换完衣服，在地下捡衣服的时候发现，哎，怎么就有阿外套的内裤？乔治的内裤怎么没有了？然后后来一问，乔治的内裤还在人腿上穿着呢，特别逗。你钓着鱼了吗，阿外套？什么？你钓着鱼了吗？嗯哼。哈哈哈。小珍，你不能去太深了，那边哈，回来来。往回走。妈妈 ，I'm the deep end saver. 好。If any of these float, it's got to be in the oil.乔治 ，the teacher taught you how to swim. Do you remember? 对 ，kick your legs and hands. 小贝特，你教教弟弟那个手怎么这样，手是这样，对，手是这样。乔治，你看妈妈弄慢的，往前，然后往侧面，往前，然后往侧面，对。然后脚脚是怎么蹬来的？哎呦天，哎呦天，还自由泳呢，哎呦天。阿白条不能往弟弟脸上扬水哈。好，在那扶着吧。You guys are not doing fishing at all. 游回来，乔治。你脚都踢到水外头去了 ，starfish 好。I've done seen starfish. Look. 钓上了吗，白头？那有网。
今天这学校这假期赶得还挺好，32度，正好来玩水。